传奇经典电影《阿凡达》自3月12日起在全国盛大重映，据悉该片复映大受观众追捧，重映两天内地票房已超过6000万，总票房累计突破14亿。《阿凡达》不仅是风靡全球的现象级电影，也是电影技术史上的里程碑作品，并已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一部分。本片由被尊为凯神的传奇电影人一手炮轰了《泰坦尼克号》《终结者》等传世经典的詹姆斯·卡梅隆打造，一经面世即在全球掀起观影狂潮，不仅超越《泰坦尼克号》登顶影史票房榜，更保持10年之久。重映当日，观众在观影后一致认为，《阿凡达》的视听盛宴在11年之后的今天依然令人叹为观止，震撼炸裂，身临其境。有网友表示，顶天立地的大银幕充分占据视野，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无比惊人。卡梅隆对《阿凡达》的精雕细琢是工匠级别的，每个镜头都充满海量细节，并追求极致的视觉呈现。无论是美轮美奂的外星奇观，还是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，都是言语难以形容的极致享受。